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rey。 那么今天呢，我想给大家聊一聊影视行业中的大数据。那么有很多影视公司也好，还有一些互联网公司经常会说，大数据其实在影视创作中非常非常的重要，以至于他们认为很多时候一个优秀的故事，一个优秀的剧本是通过大数据算出来的结果。那还有一些就是在评价一个故事一个剧本好不好的时候，那他们甚至设想开发一个系统，然后把一个故事直接扔到这个系统里面，然后通过计算来去觉得这个故事能不能大卖，能不能成为爆款。那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争议也非常不 make sense 的一个说法。其实这种对于大数据的迷信和这种传奇般的想象，来自于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 Netflix 的影片，叫做《纸牌屋》。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传说，不管你是影视行业内，甚至你是一个普通的观众，你都可能听说过 Netflix 就通过它在北美地区3500个用户的一些行为数据的分析，来去做出了一个剧本。那这个剧本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因为有了数据的一些分析得出来的结果，从而导致这个影片受欢迎大卖。那这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一个传说，或者说一个故事。因为其实大家去了解这个美国好莱坞的这个电影制作的这个工业啊，其实跟中国啊其实也有点像，就是那种大的公司，比如说像 Netflix 这种平台公司，也有点像中国的比如说优酷爱奇艺和腾讯啊这样子的一个视频平台。那么他们自己很多时候并不产特别多的内容，那更多的呢其实是其他的一些制片厂来去跟他们去提供方案，提供一个思路。而其实纸牌屋本身就是 MRC 这家公司啊早期他们根据英剧改编的一个项目，并且他们已经组好了团队，把这个项目整体打包作为一个 package 来卖给 Netflix 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么 Netflix 在购买这个影片的时候，其实是提出了每集有400万美元的制作成本，远远比其他的一些网络剧的这种成本要高，来去把这个版权给拿到，从而成为了 Netflix 出品的一部非常经典的剧。那大家通过这个它的来源，你就应该知道纸牌屋这个项目之所以能成，其实早期还是来自于项目的本身，而不是数据算出来。那其实大家会发现，在整个影片看完之后，大家会发现真正打动你的是什么，是整个剧作的一种精彩的一种设计，人物角色的一种非常丰满的表达，表演极其有张力，以及整个高品质的制作产生一种极其有电影感的一种质感，从而让观众觉得是一部精彩的影视作品。所以你会发现数据并不是在这个项目中至关重要。那当然有人说，那在整个影视行业中大数据重不重要，或者有没有用呢？我不能说它没有用，但是我觉得再去判断一个项目到底有多好，或者说我们再去开发一个项目去想创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完全去依靠数据，我觉得其实是很少有成功的案例。那么数据到底在影视行业中有什么作用呢？我觉得其实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可以作为参考的作用。第一个呢，我觉得大数据可以把它作为创作的一种辅助指导，或者是一种参考。那我举一些简单的例子，因为大家会发现在你看以前过往所有的作品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些行为，比如说暂停，比如说快进，比如说跳过等等。那这样的一些所有用户的这种行为都可以在后台得到追踪。那么我们通过分析以往的一些作品，那我们可以去看得出来哪些地方是观众喜欢的，哪些地方是观众想跳过的，哪些地方是大家容易产生互动的。那你会发现通过这样的一些对于过往作品的用户行为数据的观察，我们能够得出一些结论，但是它依然只是一个参考。包括现在可能技术更多的还可以去做一些自然语言分析，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一部作品中观众的一些弹幕或者是一些留言等等这些语义分析，我们也能够判断得出来，比如说观众更喜欢什么样的一些情节，观众更喜欢什么样的一种桥段，观众对什么样的一种设定觉得非常的不喜欢等等。那这样的一些数据我们也能获得，从而在创作中呢，对于我们去修改和调整一些细节，
我承认确实是有一定的作用。那我觉得大数据在这个方面它最多也只是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因为整体的故事的构架、人物的这种设计以及整个情节和感情的展开，其实还是要在编剧前期这个搭建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非常清楚的一个东西，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手艺，而并不是一个非常高科技或者是一个非常 digital 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数据是不是完全没有用，其实是有作用的，但它一定是一个辅助性的一种支持作用。那么大数据我觉得还有在第二个方面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么这个其实我在以前是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就是关于通过我们已知的因素来去判断这部影片未来的票房如何。在前面的一期节目中呢，其实我们给大家分析过，就是拍一部电影到底赚不赚钱。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去分析了票房影响的因素，那么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对影响这个影片票房的因素，比如说导演、题材、演员、编剧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进行一个权重的一个评价，而权重来源于他们以前对票房做出的贡献，然后通过这个机器学习或者说神经网络分析来去通过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自变量来去推测它的票房有多少，从而来去决定我们在早期投资的时候投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模。那这样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好莱坞的一个研究，但是在中国的话，由于我们现在的数据还是不够多，所以我们也得出的一些结论啊可能不是非常的准确，但是呢这个研究如果长期往下进行，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是大家会发现机器学习它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实呢，就是未来所有的数据都是基于曾经的表现得出的判断。但是大家永远知道一点，很多时候影视行业中的爆款都来自于以前从来没有出现的东西。如果你要去把一个导演过去的这种票房作为一个判断他未来的票房的一个依据的话，那么大家想，你好李焕英作为一个导演的处女作，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数据的判断，你是不是会觉得这部电影卖得不好？但事实上它的内容、它的整个制作让它成为一部精彩的电影，它的票房也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数量。那这个如果你用这个方法也是无法推测，所以我觉得数据真的它只是一个参考、一个辅助。如果我们过多的依赖于数据，而并没有去把自己的直觉、我们的感受、我们的信念作为判断影片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武器，那我们就失去了做影片最最最重要的一种动力。综上所述，我觉得在影视创作这个部分还是要去依靠制片人、策划和编剧他们再去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运用自己的生活体验、运用自己的经验和技能，然后呢去得出一个好的作品，去判断这个东西它未来到底是不是一个能够大卖的作品，而不能完全的依靠数据。那为什么现在数据还是这个如火如荼的去好多把它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呢？我觉得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新的生意，想去颠覆行业，然后呢想去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强调数据的价值，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生意去赚钱，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我就觉得是让人觉得非常的遗憾的原因嘛。那么一个影视公司或者是一个互联网公司非常的大，那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那谁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呢？既然大家都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那我们不如做一个系统，让系统做判断，那最后这个影片好或者不好我们判断的是否准确，那么自然有一个新的背锅侠，就是大数据，而不需要我们任何项目中的一个人来承担责任。而这就是整个行业中好项目变少的一个危险的信号。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关于影视行业的大数据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你认为大数据有什么好处，或者说它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假象，也欢迎大家通过弹幕和留言的方式来告诉我。好的，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讨论到这里。那么如果大家还对影视行业有感兴趣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我们在后面的节目中来进行讨论。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好，给大家再见，拜拜。小花脑海已经困了，拜拜。